蜜多的是，对的，它呢，然后没有随缘杂善，就是说不是说在诵其他的经典的，没有，它是专诵净土三经，或者是专心念佛，嗯，或是说阿弥陀名号，嗯，专念专诵，是这样的人呢，因为这个是阿弥陀的往生正因嘛，嗯，然后我们三世诸佛呢，他是他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要经过三大阿僧陀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清净的啊，清净的正因，是修个贤慧的清净的正因，所以不一样。他们两尊佛的愿力不一样，啊，跟十方诸佛他们成就的因缘不一样，所以会在化土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了智，就是对阿弥陀的不智啊怀疑，不了智，不可称智。啊，不可称智，然后呢，有五字的，那里面呢，那个五字我们很深信的话呢，这个你就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而且呢，他是会，他在念佛当下，他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池呢，直接就生出他的七宝莲花出来，这不一样是在这里，那，你如果还有怀疑的那种心态，诵其他的经，或者说你多么的用功精进一样，阿弥陀就是一样，你也是生在边地，就是他的化土，他的边地就是化土，就会变成那边五百世，然后五百世呢，经过五百世见不到阿弥陀佛，是也见不到菩萨，所以他们会，这奇怪，我来这里那么久，怎么见不到？所以他们会起那种忏悔心，然后跟阿弥陀直接忏悔，对，他们就升进去，是，就会得到这个报，这个报佛这个信念，他们会进入，不然的话他们会生在变地，是这个原因，这个是从这个圣宝大师里面的那个四部书里面，他里面讲的，我就大概从那边引述出来。他的那个信满跟不念满啊，他就是要我们很深信的去了解，阿弥陀他是怎么样的愿力，所以他才会在里面，在善导大师才会开定古经嘛，把以前圣道门的方式呢都把它改过来，让现在的人能够听闻到的，他就会在进入极乐世界，而且那个不是很复杂的未来，也就单纯，是，它就是你单纯称念佛号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称念佛号呢，他没有再分你说哦，你称念你进入报土，他就没有跟你分出什么样的品位了，没有，你一进入到里面进去就不一样，他都是一生不错的，好，先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宏远法师呢，刚也呢实质的对报土跟化土呢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精辟的，我们也期盼呢我们进一步的听经闻法，也只有好好的听经闻法，那我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台东啊，在东埔的世维路也是246号，也期盼我们大众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，就是最后这一世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佛果的话呢来去自如，对，好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是。